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二場賽事五班一千米嘅短途賽準備，暫時顯示大熱係1.47倍。好，一開閘好準確包尾啊！前面快嘅馬內蘭咧就係呢只海之圖啦，最出係首標啊！咁啊兩隻馬零舍快噶啦，幸運大兄第三位，內蘭第四，吉利馬王中間淺藍衫第五位，仲有落也悠悠啊！再走翻上去啦，內蘭黃衫紅帽好準確啊！喺佢隔離咧，咁啊藍紅衫就金剛獸啦，尾四必定電，尾三大笑大笑啊！咁啊尾二哥哥仔包咗落尾灰馬嘅乘勢嚟噶。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海之圖咁啊接嚟咗一個新位啊，首標跟住第二啊！落后一个身位，第三位咧，仲有吉利马王啦，中间落也悠悠啊，响出边幸运大兴啦，埋边黄衫红帽好准确，掟出去出边冲金刚兽，最出橙衫必定掂嚟噶。好啦，斗到嚟最后200零米啦，海之图放离咗咧，大约有个几马位嘅优势噶啦。咁啊，见到第二位有手标啦，埋边追紧上嚟，仲有吉利马王啦。咁啊，走手上啲嘅马咧，仲有必定掂啊，落也悠悠嗰啲马，海之图一放到底赢啊。跑第二名咧就吉利马王同埋手标近嘅。咁啊，至于第四名嘅馬咧，亦都要影相嘅，有大笑大笑啦，落也悠悠啦，兩匹馬叮噹馬頭啊！咁啊，結果做啱咗第一步鬥贏頭段，就係呢只海之圖一放到底啊！第二名近嘅，埋邊吉利馬王，出邊咧就嗰只手錶。至於第四名咧，亦都有落也悠悠同埋埋邊大笑大笑需要影相啊！三号海之图啊，吴显东帮你匹马呢个路程攞第11鞭喎。跑第二名咧，11号吉利马王啦，蔡明少第三名系10号嘅手表田康，第四名12号马洛也悠悠，咁啊何泽耀啊，呢匹老马真系好犀利啊！都系起步最快嗰几只翻到嚟都唔断啊，后边真系低把马。暂定名次3号、11号、10号、12号啊！我知道，咁啊睇下赢埋呢一 win 会部署会点啊？因为实加好多分啦，两又四分一马位，一定升翻上去噶啦。咁升翻上去又要挣扎噶咯。好，一齐睇埋啲预计派彩先。跑第一名系3号嘅海之图，独赢派50蚊，位置派18.5。跑第二名系11号嘅手标，位置派20.5。跑第三名系10号嘅。跑第二名是11号的吉利马王，位置派20.5。跑第三名是10号的手表，位置派28蚊。跑第四名是12号的落也悠悠，连赢三搭11派150.5。三重彩3号、11号、10号顺序派2000元正，单贴派381蚊。位置 Q 三搭11派53蚊，三搭10派74.5，十搭11派88蚊。好啦，咁啊，等第四名张相啊，落也悠悠中间蓝衫嗰匹啦。睇下之後個部署會點咧？會光榮退役啊，定係繼續跑啊？已經完成咗之前嘅部署噶啦，落咗五班都執埋呢一邊。我今次贏得比較遠啊，即係會唔會有個寄望空間再留一留翻去跑埋今季咧？啊，連馬師應該去咗紐西蘭買馬喎。今日執到個一檔啦，都幫到好多啦。睇埋3-1叫嘅派彩，勝出組合係 A1 隔夜熱門派28.5。
連以往嗰啲手錶虎頭蛇尾擺喺前面，今日都上到名。吉利馬王真係最叻嘅咗第二啊！今日有第二。好啦，四連環嘅預計派彩，三號、十號、十一號、十二號派2666元。今日四重彩，三號、十一號、十號、十二號順序派43623元。好，翻嚟福榜見到毛顯東啊，巡邏影片睇睇佢點發揮。一檔起步相當快啊，當然慢一慢咧就係三檔嗰啲好準確喎，咁啊結果就麻麻地啦，因為佢都唔係話好勁後勁嗰啲馬，咁啊海之圖出咗嚟咧，出邊位置係手錶入邊吉利馬王第四位洛也遊遊透四名嘅馬就喺曬依度啦，咁啊出邊位置就幸運大興啦，咁啊後邊嗰堆啦，出邊就哥哥仔啦，必定點啦，中間就金剛獸入邊位置就好準確，包尾大笑大笑同埋灰馬嘅勝勢。咁啊，依場步速又唔快啊！咁啊，兩樣都比表長慢咗少少嘅，都較少見啦。跑最短途反而就唔係快步速。咁啊，海之圖路程專家加埋一檔貼欄，又冇馬燒到佢，咁啊，所以都贏得幾輕鬆。咁啊，今日手錶咧就叫做步速唔快啦，都叫做有翻啲走勢啦，冇斷得咁快。咁啊，有啲驚喜落啊有喎，向來都冇乜走勢啊。咁啊，今日都叫做近翻啲。咁啊，必定點啊？轉彎太早走啦，咁啊掟大彎啊，翻嚟變咗影響咗追勁。好，第二場賽事都覆榜完畢。位置 Q 派彩，三搭十一派53元，三搭十派74.5元，十搭十一派88元。三緊一派彩，勝出組合係 A 一隔夜熱門派28.5元。四連環派彩，三號、十號、十一號、十二號派2666元。睇埋四重彩，三號、十一號、十號、十二號順序派43623元。馬步派彩，頭關一號、尾關三號派214元，頭關一號、尾關十一號派61元。分段時間，頭段12秒84，第二段21秒58，末段22秒94，賽事時間57秒36。